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on 陈柏宇。好啦，咁就开始抽呢个问题嚟答啦。呢个系录影者啦。如果你真系变成录影者，你会想做啲乜？我谂首先我劲过录影者先，无论系以身手定系能力，又或者系智慧，我都系略胜佢一筹嘅。但系如果我真系录影者嘅话啦，我相信都是做一些 vigilante 的东西，为民除害一下，就好像卡通片那样，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惩罚坏人，可能就坐着条龙经常飞来飞去，因为它条龙懂飞嘛，又不用买机票，是不是？都不知道怎么入油，偷埋我老豆啦。讲下《旋风忍者》入面卢埃德同埋爸爸嘅关系，如果第日你个仔同你作对，你会点样应付呢？即系喺《旋风忍者》电影里面嘅卢埃德同埋爸爸嘅关系咧，都系敌对嘅，因为一个系想保护个城市，而一个系想统治个城市嘅，用一个丑角嘅形式去霸占个城市，因为呢个系一个卡通片嘅关系啦。咁佢哋咧個結局咧係好 sweet 嘅，就係兩個就足之都可以放低咗大家嘅 difference。咁佢爹哋亦都最拉尾係決定係咪決定唔去侵略咧？唔係佢成日都好想，不過佢為咗佢個仔咧就都作出咗一啲改善嘅。如果我第日個仔要同我作對嘅話，同佢冚過咯。咁啊睇下佢硬正定係我好打啦。因為我覺得作對咧，其實都需要很多創意嘅，同埋都需要很多腦筋嘅。所以如果我仔肯同我，即係可以同我作對嘅話咧，即係證明到佢嘅智慧係達到咗某一個地步。咁啊，出埋我叔啦，好嘛？作為男人最唔能夠忍受嘅係乜？係啲乜？身為自己，亦都本身身為一個男士，最難忍嘅會是去到出面的廁所，即係譬如話餐廳的廁所啊，又或者係商場的廁所啊嘅時候咧，想開大的話咧，先要睇睇個廁所板係乾唔乾淨。咁我最唔能夠忍嘅咧，反而係啲男士們咧，就為咗自己嘅方便啦，就唔掀起個廁所板去廁所，咁啊令到成個廁所板都係黃冚冚嘅尿跡，咁點坐啫？係咪先？養成我一個習慣就係咧，我通常都係會翻屋企先至可以。即係去 number two 嘅，咁啊抽埋呢一個我呢個就係 Lloyd 配音時最難忍係乜嘢呢？可能要忍我練歌咯。配音的而且確對於個聲嗰個 stress 係比較多嘅，咁就每一日配完音之後咧，其實基本上都冇乜聲噶啦，冇乜聲去再做，即係去再去練歌啊，又或者各樣那樣。有一日係配下，突然之間食到一啲血嘅味道。咁應該咧就係我嘅即係喉嚨嘅位置，就因為即係出血，咁但係好快冇事啦，咁啊係咯，所以大家唔使擔心，未食得抽佢啦，赤蘭啦，陳柏宇嘅隱世 song list， 我最中意自己嘅歌曲，即係一啲比較冇人識嘅咧，就係都係一啲自己寫嘅歌比較多嘅，喺一隻專輯裡面，嗰個專輯叫咩名咧？唔記得，咁其中有一首我自己好中意自己嘅作品咧，就係、叫做《你有沒有聽過》，咁亦都好中意個歌詞啦，因為歌詞就係某程度上係叫大家去做自己嘅，即係唔好太過去聽人哋講，你唔應該咁樣，或者你應該咁樣，或者你即係你唔可以做呢樣，你要做嗰樣。我覺得如果你諗住去做嘅嘢，個出發點係好嘅，亦都過程裏面。不是話真係嚴重地傷害很多人的話，其實應該不需要話太過顧住人哋，而不是太顧自己的狀態去做，因為很容易會迷失咗自己的方向，就好像做歌手一樣。你有沒有聽過？你唔記得咗啲歌詞係咩？